非常古老传统的一个武术的门派，在黄博士的领导之下，在2001年一举囊括了第八届世界杯国际武术比赛的团体总冠军。我是气功、内家拳、外家拳、兵器各项的锦标都全部获得。他们为了今天的演出，将全省各地非常杰出的师兄师姐们都集合了。他们更是昨天就来到此地来做个预演，这种闹军高度的表现让我非常的感动。